怎么了？杯水吧。这是林老师的日记本，原先锁在我抽屉里，后来搬办公室的时候他就失踪了，前几天有个学生碰巧找到了，就把他交给了我，我一拿到他就马上联系了你。什么呢？怎么认识？没看什么呀。跟我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借书的时候把借书证借我用一下，我今天走得急，忘记带了。今天天气真不错，前几天一直下雨，可真是烦。对呀、你妈今天还在催你找女朋友吗？还不是那个老样子，可我没那个想法，也不想耽误人家。那你今年过年可怎么办啊？我还是建议你早点和你父母摊牌。哎。对呀。对了，这周就要期中考试了，你期中考试题出了吗？还没有，你的出完了吗？我也没出，拖延症晚期了。可不是吗？前几年的时候啊，有谁想老老实实在学校待着？多数大四学生只是想谋个实习职位。再看看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学生想出国看看。我想这对他们的成长是很好的机会。哎，李丽，你今天吃药了吗？
一会儿就吃。哎，今天这个时间怎么还没看到洛西和安文啊？你说的是每天拼命拉着一个男孩进图书馆的那个女学生吗？对，就是他俩。你不去试试你怎么知道？你快去呀。林老师，你找我？老师，我下周要交书评作业，你能帮我推荐一本书吗？那你喜欢哪种类型？你推荐的我都喜欢看。那我推荐你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吧，不过我喜欢的那个版本图书馆里没有，我帮你去找一找。好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老师，你晚上有什么事吗？我晚上和我女朋友有约了。知道林老师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没事。那老师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Can't keep from crying, 'cause he was a friend of mine.
died on the road. He died on the road. Just kept on moving, never reached what he could sow. And he was a friend of mine.安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那位是朋友。朋友。朋友。昨天那事儿，我觉得吧，你既然撞见他，就不要戳穿他呀，你转身就走不就好了？你戳穿他，你们以后还怎么见面啊？哎，这不是上次你跟我说的那本书吗？2016年6月18日，我毕业还有225天，你等我。梅老师，阿文，今天又来找林老师吗？是啊，不，没什么事。林老师他今天请假去医院了。啊，他生病了吗？严重吗？他心脏不好，去做例行检查了。哦，谢谢梅老师。现在见都不愿意见他一面了吗？见他就是给他希望，我现在不能给他希望。还有，林老师让我把这本书交给你。
上次阿文提到的那本书。你买到了？嗯，等他毕业那天，你帮我给他吧。嗯。